我们现在继续讲解九成宫，先看原文。原文接着上一次讲到，跨水驾营，分岩耸阙，高阁周建，长廊四起。我们先把这几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。首先看这个跨字，这个跨就是跨过，当这个往前迈大步跨过去，当这个讲。但是这个跨字呢，它是个异体写法，它底下写了两行一竖，我们遵照原帖写的时候也这样写。但是如果你去参加文化考试，你不要这样写，这样写老师不认识，会给你打错分的啊。跨水驾营，分烟耸阙。跨水驾营是什么呀？就跨过这片水，跨过池塘，它不决壑为池吗？它又跨过这水池，建造桥梁，建造营柱，营柱就宫殿前边的那个圆柱啊。跨水架营，营就是营柱那营啊，来表现这个建筑物的之庞大啊，它的跨度很大，跨过水去架起来营柱。分岩耸阙，挺妙这一句，因为是在山上面建造宫殿，它不可能完完全全是一样，因为下边这个山坡呀，山是尽管你在平整它，怎么平整它，山顶上也不会完全平的，所以根据岩石的不同，根据这块地理环境的不同，修盖的建筑物也有所区别，所以分岩耸阙。分开这岩石的各种层面不一样，建造不同的宫阙，耸阙就是高高的立起来，这样。后面说高阁周建，高阁周建就是非常高大的这个宫殿呢、啊，阁也是啊，长这个周建在四周围都称为一个环抱式的东西啊，叫高阁周建，在周围这附近都建起这样的宫殿，它成为一个组，这样就好看。高阁周建，长廊四起，长廊当然是走廊，这个走廊也根据建筑物的这个四面围起来，它也在四面把这个宫殿的附近九成宫给围拢起来，这长廊。大家注意这个字啊，残缺，这是个四字，一二三四的四，残缺了，怎么写？我们只能根据后边的四字怎么写的来写这个字。但是那个礼器本上边，他把四字中间左一撇右一拐弯写成那样的字是没有根据的，又是弯刻的，所以不能学习。我们在这里写的时候只能是干按照后边那个四字那么写啊，这就为了前后统一一下。长廊四起，我们先把这一段呢，我们用毛笔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。我们先写这个跨字，
这样一个胯子。左边不用说了，因为现在这个正写应该是右边是这样的。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知道一下，右边是 E 体写的，是那种写法，大家认识一下，将来临帖有好处的。跨水。跨水，注意这个水字呢，左边呢留出一个空当来，看在这个地方嘛，它没有紧挨着这个中竖，左边留出空当来，右边紧紧的挨着这一竖，这是这个水字的法则。有的朋友啊，对这个挑钩，总认为它难度很大。我们慢一点写，大家看看起钩的时候，这个笔尖儿和纸的运行是怎么样一个过程。写短一点竖，到这儿往下垂落，再写一下，大家看，往下垂落。吹落出一个尖儿来，在这个尖儿的基础之上挑钩，这样回风一下，回风，注意看，回风，往上扎起，是这个过程。所以有的朋友总写的这是实在写不好了，怎么办呢？从上边往下边描，从这儿来，这样吧，这样，这就太笨拙了，啊！大家一定把这个勾学会。架营的架。往下起，一点点挑，跨水架。这个"营"字啊是不好写，它笔画多，而且结构呢又异常，写的时候注意几个要点。我边写边给大家讲解。左边的木字旁要写的扎实有力，但是不要喧宾夺主，它是个偏旁，不以它为主。注意右边呢，先写这一撇儿，千万不要先写横折，先写这一撇儿，让它有一点斜度。
这样，在中间写一个叉儿，是这样。这样，这个字不好写，需要反复练习。飞檐耸却，耸字。这个"耸"字呢，主要是中竖这笔，这笔是主笔，一定要写好，写成功。耸却的"却"，主要是门字写好。又是一个背式的，注意这笔顺，先写一竖，再写里边这个。我曾经看，在这是个什么这个书画频道里边，有某书家写的时候，先写里边这个，这是错的，因为这笔是连续着后边写的，所以得先写竖笔，不能写完这个之后，写完了这个块儿再写左边竖，这是不对的。但这边呢，就先写里边了。写完里边以后，注意里边的笔顺是这样，两横。一竖，再写条笔，写这个拐弯儿，挑起来写一竖，然后写撇儿，点儿，是这样，飞檐耸却的却。大家注意，尤其是右边这一笔。非常吃功力。我总说这样的话，你在我面前，你不要讲你聪明，你聪明得写一万遍，你不聪明，哪怕得写15000遍，但是那一万遍你是必不可少的。所以我想写这样的笔画，岂止是上万遍？因为我不聪明，所以我写很多很多，写一次写不行，10次、100次、1000次、万次这么练。所以大家要注意，这个门字是不好写的。飞檐耸却，高阁骤建，这点儿是有歪的。先写这两竖。写两横，
这样一个高度。这格子呢，又是一个门。要取背式，我前面已经讲过背式。写字的时候注意一种心态，要写这种难写的字，写起来时候要有耐心，既不可急躁，又不可呢疏忽。如果写的看着大气差不多过去吧，这样对自己放松是不好的，啊，又不可以说哎呀我一丁点都不差，绝对只要差一点也不行，也不都是这样的，反复的慢慢来。这一次今天没写好，明天再写也是可以的。包括周建，注意这个周字，他非常的注意的就是左右之间的这个背势，啊，这个背势。周字是外块，写的非常的好，到位。包括周建，这点个点儿，大家注意看，这个起笔前面是齐的，就是拉了的一下，拉，就是切了一下，在这里。这样一下，然后再走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这就是尖头的，拉一下，这样，或者是尖头的，齐头的。注意，这个点儿啊，刚才我为什么说有个点儿？这个点儿，现代已经我们不这样写，啊，没有这个点儿。但是欧阳询呢，他写剑的时候都加点儿。因为我们尊重原帖，就加点儿，其实有点没点儿跟结构影响不大，只是把这边这个走之再往上提一点就是了。它所不同的是这笔要探出来，啊，要如果不探出来，直接在走之下面写就成了普通的一个走之，长廊四起，注意笔顺。先写这一横，再写这一竖。
然后写这两行。欧阳询原帖上，他这一笔跟上面好像直接连上似的，实际不然，是分两笔写的，他只是上下挨得近一些。又是这样，上面所谓的是个广字头，实际上不是。又要比平时稍高一点，因为它跟上边的点画要呼应。长拉四起，四我们根据后边的四是这样写的。注意，最后的这个横画要和上面这一竖俩人相挨相接的时候，横长于上面这竖。凡是方块的，这个口字形啊，方块的，包括口字，或者是扁方的、扁的这样，都要这个横探出这竖来。如果是一个立体的尝试，那么就应该是竖笔挡住了横画的去向。比如说，写一个眼目的目。他挡住他。但是四字因为是个扁方的，它就挡住它，这一点是欧阳询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。长廊四起。四起起主笔仍然是下边这一个平捺，要写好，这个起字写好是很好看的一个字，但是有一定难度。刚才我们落写了分眼两个字，现在得补写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分字是应该这样，这是个一体写的分，一撇。
胭脂笔画相当的多，写起来要有耐心。先写这两竖，再写里边的两个小横，再写一提。哈哈，好难写的一个言字，笔画太多了，左右结构。上下结构、并列结构都有了，所以大家写时候要注意。我上一集讲了，左边左旁小者齐齐上，左边的这个部首如果很小，要往上写。看，这就是齐齐上，你搁在上面不能写到下边来，啊，这就是欧阳询也是这样。大家看一下欧阳询字帖。这个言字虽然有点失真，基本上还能看清楚。这个言字左旁小者齐齐上，这么靠上是山字旁，所以我们写的时候也要注意。所以写的时候，中间这些东西都要交代的非常清楚，因此要你有耐心。写字的时候千万不可着急，又不可过于散漫。哎，写一个写不好，再写俩，这你如果不认真写的话，写一万个白写；你如果太着急的话，写不了一万个，你就吐血了，你就死了，你就。所以不能太着急，也不要不着急，要掌握好这个平常心态，要积极的对待，要耐心。写言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自例。